Hello，大家好，我是彩丸。那我们今天这一部影片是要跟大家宣布说，Discord 的群组正式开启。那这次因为很多观众其实也都有在问过我啦，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留言说希望可以有个群组。那我这次就想说，就开一个免费的，大家都自己可以进来。我会把那个邀请链接放在底下的资讯栏，那就欢迎大家随时都可以加入啊。你们也可以自己推荐给朋友，都欢迎大家自己自由的加入哦。目前的话，现在是一般频道跟语音的大厅和 gaming 频道嘛。大家如果任何意见或是想法的话，都可以在群组里面跟我留言，或者是跟我讨论，甚至是如果有什么游戏希望我可以在影片上面来玩，或者是甚至未来的直播上面来玩的话呢，也可以在群组里面留言。那我尽量听从大家的建议去做一些频道上面或者是设定上面的跟动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推荐的机器人，也可以跟我讲。要注意的是，不要在里面留一些销售或者是直销或者是广告的东西。你只要一看到被别人讲说检举的话，我会马上把你移除，而且会永久封锁。所以大家就自己要小心一点。我很讨厌这些东西，所以大家自己就注意一下就好咯。那其他部分呢，都是自由留言，你们大家不要互相去伤害别人或是人身攻击，这样就好了。那这是 Discord 的部分哦。然后另外我也想说，稍微跟大家更新一下自己目前的近况。大家可能会发现这几天都没有新的影片更新，因为我自己目前正在忙着要准备搬家哦，所以目前会比较少时间可以像之前这样那么频繁的每天更新影片。那后续的话，因为工作的问题，可能也会变成假日的时候才会有机会可以放影片出来。那甚至我可能也可以考虑要不要假日的时候开直播啦，大家有意见的话也都可以在群组里面跟我讲，或者是影片下方留言也可以哦。那大家就是这几天就先见谅一下，因为最近稍微真的是比较忙啊，搬家又要搬东西，然后工作原本的事情要善后，因为我工作也要换了，所以说大家就多见谅一下咯。那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彩丸，下次再见咯，拜拜。